有人说我玩世不恭，有人说我不务正业，还有人说，哼，也罢。玉城的大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比起玉城的命运，另一种。我并无意当什么国王，做什么英雄。身在局外，固然可以高枕无忧；身在局内，但也未尝不能自得其乐。在玉城，最不缺的就是玉，人人都爱它的璀璨、夺目、迷人。或许人们始终存有偏见，但命运从来没有。重要的是打破宿命后的未来。